我跟杨阿佳在放，全部开掉。我跟杨阿佳再拆，快点，我在等你下来。对呀、啊，我跟杨阿佳再放，全部开掉。我跟杨阿佳再拆，快点，我在等你。我要去。你把东西放地上。对，我把它用好。放手，都不见你，放手。放着，你自己拆这样，自己拆。你要被电吗？放着，放着啊。你拆，全部拆掉，全部放下来。对呀、啊，我跟杨阿佳再放，全部拆掉。我跟杨阿佳再拆，快点，我在等你。我要。8月23日晚上21:42许，接获民众报案指称，在一中育才街口发现一名男子手持2把刀械，因担心该男子可能危害公众之安全，随即拨打110报警。那本分局在接获通报之后，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到场。到场时发现该名男子站立于超商门口，手持2把刀械，并缠绕在右手上面。为迅速解除危害，原警立即拿出电击枪呵斥该男子放下武器。待男子放下刀械之后，原警上前将予以逮捕，并依刑法危害公众罪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在此呼吁，任何涉及恐吓或暴力的行为都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，呼吁民众理性解决纠纷，切勿以身试法。